Hello， 大家好，今天我要来捏的模拟小人呢是钟海媚。那钟海媚的长相，首先第一点，她的一个脸部轮廓就是一定要捏出来，就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这么一个脸部特征，还有她的卡姿兰大眼。那我们现在来捏的呢就是她的眼睛，我会选择一款就是有点含情脉脉的那种非常大又明亮那种比较长型的眼睛。那嘴巴呢就尽量选择比较薄的那种小嘴。那这些是皮肤细节哦，这款很像的，这款很像它。他的脸部其实是有那么一点平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选了这款皮肤细节。他的嘴唇，他应该是属于有点艳丽的明艳的那种类型，所以他的嘴唇颜色就是要比较饱满，但是也不能够太饱满。眼睛就是重中之重了，加点眼睫毛，我不觉得他有就是有眼影的感觉。我们就不添加下睫毛了吧，就直接重点在上睫毛。然后眼球的颜色是深咖啡色，脸部呢我们要加一点颜色，至少是看上去气色会比较好。然后眼线稍微的加一点，发型呢我觉得它其实比较容易那种披肩长发，然后把脸型给露出来的那种，但是这里的一些披肩长发都会遮盖掉一点脸型，因为脸型是周海媚的一个特色嘛，所以我就决定要选一款发型就是能够露出她的脸型的。这款不行，遮脸太多了。这款也不是那么像它，尤其是额头那部分，这一款太年轻了，那还是这一款吧。大家看一下觉得像不像呢？那衣服的话呢，我希望也是那种温婉可人的类型和风格。那我就不加什么其他的首饰了吧，因为我看他在照片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穿戴首饰的这么一个习惯。那现在就是 pose 时间。那如果大家喜欢看我再捏更多的真人小人的话呢，那希望请多多点赞我的视频。然后呢这期视频就快结束了，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我们下支视频再见，拜拜。